滤芯有粘着吗？粘着了。哦，跟水泥，水泥跟水泥。刚刚说这滤芯有一点像咖啡，有像巧克力，可可。哥哥你看，对，哥哥巧克力，沾到衣服洗不起来，沾到衣服不到，那我们就这一撮就对了。哎，就，啊，你讲有搞那个做起来。好啊，好啊，对，先这个，好，这洗不起来，洗不起来哈。哇，这么特别，这叫做沥青油，巧克力沥青油。它这个沥青油是有分油性的跟水性的。哦，油性的就是因为他妈加盐较凉啊，但是也要给维修啊，这种是水性的。哦，这是水性的，比较方便。沥青油，沥青油是水性的，等于说也是方便哈，但是它的耐久度呢？耐久度当然是那个啊，也是非常那个就是修的靠快用啊。哦，啊，但修的，嘿，你不能。你不能再就再这么少啊！哇，是，对不对？是，因为这铺路还拢足足侪无，嘿，有，一定就是一贯作业爱运动的，你较用啊。嗯哼哼。啊，这当然是较无爱用啊，但是俺就是用别的地方的东西来辅助这样啊。对对对。啊，倒这个有什么技巧？要倒在那个缝里面呀？我即摆我倒的对不对？你用迄白白油白啊咧？嗯哼哼。哦，你我即摆要来倒啊，啊倒迄。好。好咧。好。然后这个还有那个。这个定制盘。这个定制盘。好，这是定制盘，定制盘，定制盘。定制盘。定制盘。好。哦，再去看看一下他那个要来了。定制爬完之后，这个是常温冷薄啊，冷的冷的沥青，这叫冷薄啊，这叫冷薄啊，冷常温滤青包就对了。这还真这常温那个冷，人家讲冷薄啊，那破了拢是烧的。哦，再几台来无？常温滤青。啊，这要功夫啊，你。好，功夫来。有功夫，安尼我会当摸啊。现在，像掉40公斤嘞。40公斤哦。人家是这40公斤。因为你小心哦，啊我。哎，对对对对对。哦，开始夹白的对啊。他说哈，用这个。金云，好，我们同声开口叩中念佛哈，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即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从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 RNA 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质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地址是众愿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只愿成就大众。我们为土地呢带来成佛之道，我们同声开口皈依起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支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等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支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等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支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等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两支真。皈依法离欲真，皈依僧众等真，皈依佛离开地狱道，皈依法离开恶鬼道，皈依僧离开畜生旁生道，皈依佛尽，皈依法尽，皈依僧尽，一切归白净。我们感恩，我们感恩哈，我们那个阿弥陀佛，我们居人哈明慧啊，那个玉英以及我们所有常住众，感恩你们透过沥青在说话了，谢谢你们，沥青菩萨，谢谢我们同声开口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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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狗啊，要管点嘛吼。哎，对对，这你感觉较亲密啊无？较在遮管。